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273页，第五行，从当中下半看起，古为三乘凡圣，从这看啊，古为三乘凡圣，所见佛身，报化年岁断长，成佛久远，故故不同。故今啊，今只取佛及弟子，四字即感相遇之情，摄听四笔，便明一时也。这就为什么经藏里头啊，佛说经的时间没有明确说明年月日，只说一时，一时很有道理啊。念老在此地告诉我们，古大德有说三乘凡圣，三乘声闻、缘觉、菩萨啊，这里头有凡有圣，每一个人见到的佛身，或是报身，或是化身，佛年岁的长短啊，成佛是久远界成佛，还是现在成佛，个个不相同啊！这是什么原因？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是有众生差别妄念里面反映出来的啊。佛要记住，决定没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凡夫了，佛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菩萨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阿罗汉
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只有六道众生，妄想、分别、执着全有啊！啊，这些东西全是假的，不是真的。所以佛的现身呢，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无非都是为了教学方便所设施的。啊，教学方便一定是因众生的根性，这佛法讲契机。啊，现前众生的根性不相同，机感不相同。啊，所以佛的视线不相同，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没有一定的身。《法华经·普门品》里面说，观世音菩萨三十二种应身，应以佛身而得度就现佛身，应以菩萨身得度就现菩萨身。我相信我们中国古圣先贤里头肯定有佛菩萨应化来的啊，三皇五帝、老子、孔子，是不是在佛菩萨在中国这个地区所现的身啊，中国地区的人民自古以来尊重圣人啊，尊重圣贤，佛菩萨到中国来教化中国人，不能用佛菩萨的身，中国人不习惯啊，中国人对于圣贤君子非常熟悉，所以佛菩萨到中国来教化中国人要现圣贤身啊，中国人对于皇帝非常尊重，可以现皇帝身，三皇五帝都是大圣人啊，佛菩萨是现的。我这个想法曾经跟李老师报告过，向李老师请教，这个想法说法行不行？老师笑着告诉我，理上讲得通啊，从理上讲讲得通，事上没证据啊，这真的，事实上没证据。他们自己没有暴露身份，啊，应化到这个世间来的多，我们凡夫不认识。他不暴露身份的，你不知道啊。啊，明明是圣贤来应化了，都把他当作一般人看待。啊，一直到现在也如是了。海鲜老和尚，我们要不细心观察啊，细品表法的法位，发现了再来人啊，他在世的时候每一个人还不是把他当作普通人看待没有人尊重他没有人认真发心向他学习
佛菩萨在印度实现，印度人尊重佛菩萨，尊重佛陀。什么叫佛陀？下面主成就就学到了。印度人，所以在印度这个地方实现，教印度人，那就用佛菩萨比丘、比丘尼的身份。这个印度人欢喜。佛是应机说法，佛绝没有主动我要现什么身，没有。如果有主动，他变成凡夫了。为什么呢？他有起心动念，他有分别之处。那跟我们有什么两样呢？随缘示现的身相一样，语言一样，智慧神通道理不一样，教学的方式手段不一样，佛法的教育是活活泼泼的。经上有一句话形容得非常好，叫善巧方便。真的是善巧方便到基础啊。这我们不能不佩服啊。善巧方便是智慧的落实，应用在世上。这就是古人所说三乘凡身，个人所见佛身是报身化身。佛年岁长短，成佛久远，每个人都不一样啊。其实许许多多佛菩萨久远界之前他就成佛了。这一次示现是什么身份？示现是什么样的年龄？都是这个地区众生的感应，感应道交。然后才晓得佛的示现平等受行，示现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妙到极处了。菩萨声闻也都能实现，那么现在黄念老注解这部经，根据什么？只取佛及弟子，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以及他的一些学生们，四次机感相遇之前，在这一段时间时空当中遇到了，老师遇到了这些学生，学生呢又遇到这些老师，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说天四壁，老师给学生说法，
受完之后，这就叫一时。啊，所以没有记载年月日时，因为年月日时，中国跟外国不一样，印度跟中国不相同。啊，又何况，现在又隔2000年了。啊，这2000年变化很大。啊，写出来也是白写的，还是意思是正确。啊，我们把时空的观念放下，容易其如实相，容易其如自性。啊，那这跟佛陀的教诲完全相应了。啊，大乘法里头要把妄想分别执着完全放下，才能回归一真，回归自性。又佛的论云，说听就近，总言一时。这就是圆满之真，是故经中不言某年某月，但以四季弟子基因和合说听四笔即名一时。好啊，啊，这一次现在我们这个地区把说听称作论坛。啊，论坛的时间不长，短的一天，长的3-5天，啊，更长的听说有3个星期。啊，这3个星期就叫做一时。是故经中不言某年某月，啊，但以四季弟子基因和合说听四笔即名一时。又经中不举年月者，各地立法不同。啊，又世界十分不一。啊，下头举了个例子，我们先讲时差了，各个地方都有时差。4天王天，一日便是人间50年，且现代科学证明，太阳围绕银河系中心运行一周，那就是太阳上的一年，相当于地球时间之20000万年。啊，我们现在是地球，绕太阳一周叫一年，太阳绕银河一周要20000万年，2亿年。且物体运动速度接近光速的时候，在时间随物体运动速度而变异，有时候延长了，有时候加快了，没有一定的，是本非定量啊。故经中只言一时，最切实际。
啊，这个用的非常的巧妙，啊，用得好，这也是用得好。为什么？我们有机缘参加释迦牟尼佛的法会啊，像智者大师，唐朝时候人，诵《法华经》，念到药王品，大师入定，定中啊，他到灵鹫山去了，释迦牟尼佛还在灵鹫山讲《法华经》。换一句话，他在病中、定中啊，回到过去了。佛陀在世的时候，他还听了一咒。啊，出定之后，告诉大家，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讲《法华经》，现在还在讲，还没有解散。如果一定说某年某月某日被过去了吗？啊，这是什么机感相应？哎，时间隔一千年，还能入一千年前释迦的法会，还在，没解散。这么说来，无论是过去，无论是未来，只要有缘。缘会就叫一时，因缘聚会，这个好啊！啊，我们都有机会啊，参加诸佛菩萨的法会。所以说，用一时是最切实际的。啊，下面一段，第四段，丁巳主成就。啊，主就是这个法会的主席。啊，这一会的主席是谁呢？是佛。啊，也就是上台做报告、做讲演的这个人。啊，这个人是佛。我们看注解。佛者主成就啊，佛为一切众生之宗主。宗什么意思？主要的啊，他是说法之人，最主要的啊，大众最尊崇的，故名为主啊。啊，这一堂教课之主有六重成就中啊，主成就最为主故。六种成就为什么？通通是为了主。如果没有佛了，六种就不能成就了。啊，所以六种成就当中，成就的成就是主。啊，主成就啊。下面为我们解释这个佛字。啊，佛者梵语为佛陀，今指言佛呢，乃声闻也。佛法当年传在中国来，为了翻译佛经，
造了不少新字，因为中国文字不够用，这个佛字就是新造的，没有人字边的佛是中国古字，诸位在古时候你能够看到篆字甲骨文里头有这个佛字，有这个字，没有人字边。佛陀也，这个佛陀跟没有人字边这个佛的音相同，但是佛是人，所以佛字旁边加个人，那么这个词翻译经里头专用的，专门对佛翻佛这个词，佛陀也是为音，中国人喜欢简单，这一个主音就够了，尾音就省掉了。只有在讲解的时候提一提，平常都不用佛陀也，就用一个佛字。佛教到中国，要随顺中国人的习惯。中国人就喜欢接受欢喜亲近你。中国人敬祖宗，中国人修孝道，那佛教中国人，你看净业三佛第一句孝养父母，中国人看到这句欢喜。第二句奉师师长，正合中国人的意思。中国人最重视的就是孝亲尊师。所以佛教到中国来，没有遇到任何障碍。中国人从朝廷皇上到人民百姓，人人欢喜。为什么呢？他讲孝亲，他讲尊师，跟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诲完全相同。而且佛教真的是从这儿奠定基础的，跟其他宗教不一样啊。那么再翻他的意思，佛陀是什么意思？以为华严，把它翻译成中华的语言，他的意思是觉者，觉者就是这是人，觉悟的人，他不是神，是个觉悟的人。这个觉呢，有三个意思。一个是自觉，第二个是觉他，自己觉悟了，帮助别人觉悟，第三个是觉心圆满，自己觉悟这种行持达到圆满了，也就是圆满的觉悟。这个人印度就称之为佛陀。下面这是经典上一般的解释。
自觉亦于凡夫之不觉。啊，凡夫迷惑不觉，佛自觉了。啊，跟凡夫不一样了。那觉他呢？觉他亦于二乘，二乘人自觉，不愿意觉他。啊，觉他是教别人的，帮助别人也觉悟啊。啊，二乘人没有自动自发的，二乘人看到众生有缘，跟他有缘，他看到高兴，看到喜欢，他就教他；看到不高兴、不喜欢，他就不教他。啊，不能主动教化众生。啊，不像菩萨，菩萨自觉之后，无论什么人，你不找他，他找你，他要帮助你。啊，帮助你，你肯合作，你肯听话，肯真干，啊，真帮助你觉悟。啊，你要是不愿意接受，他也给你种个善根，跟佛有缘。啊，我们这一生的人生遇佛法，遇到能够欢喜接受，过去生中阿赖耶种的缘呢？如果没有过去时的缘，怎么可能升起诚信、爱好之心？这升不起来的。啊，看看我们现在学佛人当中、念佛人当中，有几个是真心？为什么还是懈怠懒散，甚至阳奉阴违？啊，那是什么？他的善根不够厚，没有善根遇不到，有善根，善根不厚。啊，善根还不到位，这就是阳奉阴违。啊，随众学习，不肯正干，甚至于对佛还有怀疑。啊，那怎么办呢？这一生遇到佛，又学一点呢？每一次的人生遇到的时候，都把它加几分，加到什么时候啊？你那个分数及格了。一遇到就能真信。那我们最近看到一个童童往生的故事，啊，13岁的一个小女孩，她从闻佛法到往生就60天，为什么她能真信、真发愿、真念佛？真的佛来接引他往生了。阿赖耶识里面佛的种子能量，那我们跟他比呢？我们还不够，他够了，所以一听就相信。啊，早年我在美国遇到一个比他还厉害的，他60天呢，我在马里兰州遇到周广大就3天呢。啊，他在往生前3天才闻到佛法。哎，难得的是什么？一说他就相信。跟他讲西方有极乐世界，啊，释迦牟尼佛说的。那极乐世界怎么好的天相信有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多么慈悲啊，到极乐世界修行好，他就相信。叫他的家人，他们全家人没有宗教信仰啊，他要求他的太太家亲眷属的时候，通通念阿弥陀佛送他往生啊，家人真干啊。我们那个时候华福佛教会刚刚成立一年啊，我在那里担任会长，我们派三个班，一班四个同修，三班轮流，日夜不断啊，念佛三天他往生了啊，活化还有舍利，这不是假的，我们亲眼看到的啊。三天，为什么他能别人不能？他过去生中跟佛的这个缘，学佛的缘，阿赖耶里的种子有能量，他能量足了啊，除非是不接触，一接触就相信啊，一他得点癌症，那很痛苦，但是一相信了啊，一念佛了，他就不痛，效果马上就出来啊，不需要用止痛药了啊，不需要打针，越念越欢喜，越念精神越好，越念容貌越好啊。这个境界让我们看到啊，我们能不相信吗？啊，所以就他一语二成之多久，觉满呢？觉心圆满呢？亦于菩萨之在因啊，就满就成佛了，跟菩萨不一样啊。菩萨虽然在是觉悟了，还没有圆满啊，佛圆满了啊。三觉具圆，自觉圆满，觉他圆满众生众存，阿罗汉是圣人，小圣菩萨也是圣人，地位比阿罗汉高啊。那么佛是圣中之圣，三觉俱圆，众生众存，故成为佛啊。佛是老师啊，我把它称为学位，佛陀教育里头最高的学位是佛陀，第二个学位是菩萨，第三个学位是阿罗汉。好像现在大学最高的学位是博士，佛是博士学位，菩萨是硕士学位，阿罗汉是学士学位，大学毕业了，拿到学位了。
佛菩萨不是神，不是仙，是佛门三个学位的称呼。你只要肯学，依照他的理论跟方法，这三个学位你都可以得到。所以《大乘经》里头有常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本来成佛。因为佛法的修学跟我们世间不一样，世间要学很多东西，要学够多少学分，佛法里不如是。佛法里功夫是放下，你在一念之间真正觉悟了，世间一切万法都是假的，你能下定一个决心，一下放下，通通放下了，那你就成佛了，这学位你就拿到了。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就成佛了。学东西多少没关系，与这个没关系，他讲放下。放下起心动念是放下无始无明烦恼，放下分别，分别是尘沙烦恼，像尘沙那么多，从比喻说的。放下妄想，妄想是见思烦恼，这三种烦恼障碍了我们的自信。我们迷了，迷而不觉，这三种障碍放下了，自信现前了，自信就，自信就完全恢复了，这叫成佛。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开悟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慧能大师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他对于学，学什么？学经教，学文字什么？与这个不相干。佛陀教育我们的认识清楚，佛陀教育，佛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的真心，真心就叫做自信。性是什么意思呢？不生不灭，这叫心，永恒不变。自信里面本来有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样样都无量，一样也不缺。只要你见性了，智慧德相统统现前，你受用不尽呐。没有一样东西是心外之法了，心外无法了，法外无心了。所以见了真心，样样具足，是这么回事情。三种障碍都去掉了，佛陀这个学位就拿到了。如果无始无明还在，三种烦恼，这种烦恼在，分别执着放下了，于一切法不分别不执着了，真放下了，恭喜你，你拿到佛教第二个学位，菩萨。
啊，你真的成菩萨了。如果你还有分别，没有执着，执着放下了，那你拿到是第三个学位，阿罗汉。啊，释迦牟尼佛做给我们看了，他19岁出家，他是王子，放下王位的继承权，放弃宫廷里面荣华富贵的生活，啊，他出家修道去了。求学去了，啊，这个表示放下烦恼障。烦恼障是什么？七情五欲，功名富贵，啊，出去求学，学了12年，印度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学术，他都去学。啊，为我们实现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好学多闻，学了12年，发现了这些东西不能见心，所学的这个东西都见不了心，都不能开悟，放弃了，到菩提树下去入定，定中觉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拿到佛的学位。啊，开悟之后，这自觉，自觉之后，马上就觉他教学。每一天讲经教学。49年没有中断的，而且是有义务的，没有收学费。义务教学，不分国家，现在讲不分国籍，不分种族，不分什么信仰，都不分，只要你肯来学，他就教你。啊，非常认真的教你。啊，帮助你成菩萨，成阿罗汉。啊，那么49年所说的一切经，就是他的教科书，就是他所教的东西。这些东西哪一样是他学来的？他跟谁学的？他没有老师，啊，任何一部，无论是大部小部，这个经典都不是跟别人学来的，完全是自己智慧流露出来的。啊，这个智慧从哪来的？开悟来的。佛讲的智慧是一切众生，没有一个没有。他跟我们说真话了，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是平等的。啊，只是因为你有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就这么回事情啊。
啊，他把他怎么得到的这个经验告诉我们，放下万缘，回归一心清净平等，啊，清净没有染污，平等没有动摇，那就是真心，真心是如如不动的。你看六祖大师见性的时候告诉我们，啊，自心是清净的，啊，自心没有动摇，没有动摇就是平等的。啊，六祖的报告第一句是清净，第四句是平等。啊，教给你这个方法，你只要肯干，真肯放下，智慧的呢马上就显现。啊，难在哪里？难在不肯放下。啊，对这个世间七情五欲坚固的执着，啊，对于这一切法，一切法是梦幻泡影，一切法都是虚妄的，没有一样是真实的。把一切虚妄相当作真实，啊，念念怎么想占有它，想控制它，想支配它，这三个念头造业。造什么业？造六道轮回。六道从哪来？就从这来。啊，佛觉悟了，明白了，知道这家的，所以他把控制放弃了，占有放弃了，心地恢复到清净平等。啊，清净平等心里头，自心的智慧德能通通显现。佛教教育教这个东西。不是教别的，这是大圆满。啊，而且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佛教实实在在是教育。我学佛，首先认识了这一点。方东梅先生告诉我的，佛陀的教育，啊，释迦牟尼佛的教育，啊，这个教育会给我们带来真实的利益，真实的幸福美满，啊，真实的智慧，真实的德能。应当要学一切教育里头无比殊胜，啊，学佛就要学释迦牟尼佛，跟他一样要成佛，成不了佛要成菩萨，最低也成个阿罗汉。啊，不要再搞六道轮回啊！啊，六道轮回就是三个原因：占有、
控制、支配。你只要有这三个念头，六道出不去。为什么？天天在制造。啊，那现在我有工作，我领导一个团体，我必须要管理他，啊，要控制他们，要支配他们，这怎么办？你有心去做，啊，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就是造轮回。菩萨怎么样？菩萨做得很好，不放在心上。事上有制度，有方法，心上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叫妙用啊！啊，凡夫什么干什么，心上有，有就坏了，就不妙了。啊，有什么？有轮回，有报应。这个麻烦大。心上没有，没有轮回，没有报应，那变成功德。啊，心上有是福德，造得好是福德，人天福报。造得不好是罪业，三途苦报。你天天干这个啊！佛教我们不造罪业，教我们积功累德，那就是要做事情随缘，有这个缘要做，没有缘不攀缘，做的时候不着相，就是做而无做，事做了，心没做，这叫妙啊！本事在这个地方啊！啊，领导，会领导的人很快乐。他没事啊，他没烦恼啊，啊，他有智慧，知道别人去做，啊，佛法学了，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通通用得上，叫真妙。啊，没有一样不得圆满成就，不但圆满成就，究竟圆满成就。世间法里头找不到。啊，永远保持心地清净平等，一尘不染叫清净，四文不动叫平等。啊，所以佛确实慎终之慎啊，印度人称为佛陀啊，智啊，又云智者，这个佛也翻作智啊，翻成觉，觉是它起作用啊，智是觉的体，觉是智起的作用，所以他又翻为智者。
啊，知就是觉的意思。知无不知，所谓一切种知。这个智慧是自性本具的。啊，这个智慧现前叫得一切种知。一切种知里头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一切知，一个是种知。啊，一切知，知法总相，总是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个叫一切知。阿罗汉证得了，所以他能放下。啊，种智呢？种智是讲现象，现象太多了，无量无边，叫种种。这种种现象怎么来的？种种现象是怎么回事情？对于这个东西要是懂得了，这叫种智。啊，所以一切相是智，一切法的本体。啊，种智呢是智一切法的现象作用，无量无边的，全知道啊，没有一样不知道啊。啊，这就叫觉满的意思，满是圆满，他的智慧，他的觉是圆满的。那么在本经这个地方的佛子就是知大恩慈父本师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跟我们是什么关系？这里说得很清楚，佛是我们的老师啊，老师上加个本，是根本的老师。佛教是从他教出来的，他没有开办教学的时候，世间没有佛陀教育，佛陀教育从他开始啊，他是佛陀教育里面根本的老师，所以称为本师，我们自己称为弟子，弟子是学生啊，我们跟佛的关系搞清楚了，师生关系。师生关系是什么？教学里面有师生啊，我们跟阿弥陀佛也是称本师，西方极乐世界的本师啊，无量无边诸佛，那是在无量无边刹土里面示现的，那个刹土里面的本师不能不搞清楚啊！啊，这里要错了的就错到底了啊，皈依三宝。皈依三宝什么意思？拜老师。我们中国讲拜老师。啊，我愿意跟你学习，请你教导我。啊，皈依是这个意思，皈是回归。我以前在人生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到处游浪。现在我认定的释迦牟尼佛做老师，我愿意跟他学习，我有了目标，我有了方向，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老师教我们什么？
老师教我们三个原则，叫三宝。啊，宝无比珍贵呀！啊，他传授给我们，教我们学习。这个三宝叫佛宝、法宝、僧宝。啊，佛法僧宝要取它的意思。什么是佛宝？自性里头本具的智慧是佛宝。什么是法宝？啊，自性里头本具的德能是法宝。什么是僧宝？自性本具的清净平等是僧宝。啊，我们跟佛学什么？就学这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在自性里头，开发我们自性里面的三宝：智慧、德能、相好。清净是相好。三宝的意思啊，佛是自信觉，自信智慧啊，法是自信德，自信能啊，自信里头本有的道德，本有的能量，现在讲正能量啊，自信本有的清净平等心啊。这是佛陀教育里头三大纲领啊！啊，学什么？就学这三样：学智慧、学能量、学相好。相好就是幸福。啊，方东梅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就是清净。啊，清净平等是最高的享受。佛门里面供奉的佛菩萨的像很多，这些佛像就是教具，教学的工具，让我们看到了，知道我们学什么。看到佛，就想到自性觉；看到法，就想到自性正，啊，正能量。看到出家人，想到自性净，这三个都是表法的，让我们时时刻刻看到它，不要忘记自性三宝。啊，自性三宝从哪里下手？从戒律下手。你看，三规完了之后，落实在五戒十善。啊，无戒十善没做到，你没有学佛，你是假的，你不是真的。啊，拜了老师，没有跟老师学习。啊，老师给我们的，我们完全置之于外面。一样也没用上啊！这样的皈依是欺骗，欺骗佛菩萨，欺骗众生，欺骗自己，这个罪就重了啊！
因为你欺骗佛菩萨，欺骗自己，让外面人看到你这个佛弟子是这样的性质，对佛教产生怀疑，对佛教信心丧失掉，远离佛教，不要再学这个东西，这不东西不是好东西，把别人的慧命断绝了。这个罪过是什么？无间地狱。我们在此地把这个佛字讲清楚，讲明白了，果然能够依教奉行。你要是遇到净土法门，你这一生决定成佛去了，功德殊胜，不可思议，习气再重，迷得再深，如果真正遇到善知识，他一口气还没有断，都还来得及。啊，有缘人是他信得过的人，这叫有缘。功夫再好，智慧的能再高，他不相信，那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一定要遇到他自己心里面最相信、最佩服的这个人，才管用。啊，我年轻时候就这样的。啊，一生最佩服的就一个人。方东美先生，啊，其他的人不相信啊，我对你们有十足的信心呢、啊，那跟你学就得不到东西。啊，方先生纵然不如你，但是我对他有十足的信心，他的东西我能接受，我不怀疑。我相信这才能有成就。啊，什么叫善知识？是你自己对他有十足信心，这个人就是你的善知识。啊，不是攀比外面的，是学生内心的问题啊，他不在外。啊，我对他们有信心，就远离他。在他面前，时间越长，越浪费自己时间，学不到东西。啊，所以求学，有求学的条件。有求学的方法，啊，都离不开那个性子。离开性子，无有一法可得。啊，所以这个地方的佛子，本是释迦牟尼佛。我们经过方东美先生的介绍，对释迦牟尼佛产生信心。啊，没有这个人介绍，我们对释迦牟尼佛没有信心。啊，这一生所得到的利益，念念不忘老师的恩德，不是老师给我讲清楚、讲明白，我怎么会相信？
啊，怎么会有这一生这么多年来？啊，无论在什么环境，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都得到大幅度的提升了，不是往下降。通通是从老师那里得来的。人不能忘本的，从父母那里得来的，父母没教啊，身体得自于父母，没有父母就没有我这个身呢、啊。身是更深的一个根呢、啊。用这个身接受老师的教诲，恩人是两个，两个是同等的恩人，一个父母，一个老师。啊，我们这一生能成就，能解脱，能放下，能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恩人可不能忘记。忘恩负义，修得再好，不能忘生。不能不知道。下面这一段处成就，就是这一部经在什么地方讲的？啊，这个有记载。啊，在王舍城齐都居山中，这是处成就。王舍城古有二署，一曰上茅城，或作上帝城。这是旧城。一曰寒陵城，这是新城。两书不一，两种说法都有。啊，到底是哪一种？那要考据了。啊，经居知读论中曰：佛涅盘后，阿舍世王以人民转少库，舍王舍大臣，其边更作小臣。这是经典上有记载。啊，阿舍世王，他的都城原来是大城，就是旧城。啊，因为人民少了，舍弃这个大城，啊，更做一个小城。啊，聚集人众，便于防守。这是在战争的时候一种手段。这些地名在这一段注解里头，地名很多，在我们参考资料里头都收集了一些，便于同学们自己做参考。啊，我们不必一一细说，耽误时间。真解云，
这是日本净宗祖师所做的《无量寿经》注解，本王是真者，上帝就真。啊，跟作小乘者，含灵心乘也。那么此即是佛灭度之后，二舍王建造的小乘。那么换句话说，佛当年讲经呢，一定是在旧城。那时候没有新城的，新城是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建的。那这就是证明，释迦牟尼佛是在旧城讲的。真切真念说得好，说此即佛灭后，这就形成舍王住持，佛何王后成？何王后成？这不可能再后成。那么今正佛所住持住处，明知上帝就真，上帝真。此说可证，佛说此经呢，是在就真。慈恩转缘，慈恩法师是玄奘大师的道场，窥基是玄奘大师的学生，非常有成就的学生，王舍旧城，除摩揭陀国中，古习君王多住其内。其臣呢，又生豪侠谋，故举为臣，又称为上谋臣。就他这里有侠谋，在这个地方出产，品质非常好的相貌。那么又曰：望昔思语，若依宗家，应是相貌。这个宗家就是善导大师。如果是依善导大师所说的，是指上茂城。往昔四弟子亦为京中之王舍城，就是上茂旧城。此说可信，故不应一说。其他还有种种说法的，就不必了。以上所举的知度论真解、慈恩传所说的，可以相信。相信就不必再去找一段了。下面法华论云：如王舍城甚于一切尘世故，贤此法门呢，最深最深矣。这说的地方，佛为什么在王舍城说这部经？
在当时，佛讲经这个当时，王舍城是印度十六个大城市之一。啊，现在讲大都会，啊，大城市，啊，文化水平高，物产资源丰富，啊，有高度的文化，啊，又是一个经济非常发达的大城。啊，那么在这个地区，应当要说大乘经，应当要说最殊胜的经典，在最殊胜的地方讲的，所以时节因缘呢，都有表法的意思在里头。啊，这个第二段就讲到了《法华论》云：“如王舍城，胜于一切城舍故。”在当时印度，所有大城里面，王舍城是第一个。啊，这个第一里是最重要的，文化水平高。啊，不像现在，现在是把经济贸易摆在第一。啊，古时候，啊，胜第一都是讲文化水平。啊，佛在这里讲经教学，这不是普通地方。无天竺，天竺是印度，印度分为五个区域，东南西北中，啊，全印度有十六大城，二王舍城最大，十六大城里头，王舍城最大，啊。故在此城说经，以表此经之最深。大宝积经论云：“问云，何故此法？为王舍城说，非于城口。”啊。为什么不在其他的城市，要在王舍城讲？大约设此法门，法王住处故，欲如王舍，王所指住，故名王舍。王舍城啊，啊，这解释这个法门是法王住处，这是第一，不是第二了啊。比喻就好像皇宫，王室是皇宫，王所居住，国王住在这里，叫王室。那么此法门也佛如是，法王住处。啊，今天佛住在此地。啊，舍城此一故啊，解释城这个意思，
说诸王舍城。啊，这个经上讲的在王舍城就是住在王舍城。啊，此经经中之王啊，取这个意思啊，确确实实是释迦如来出现在世间，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经啊，所以必须是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来讲啊。佛住在什么地方讲的那些经都有用意的，而且用意很深。那么说释迦牟尼佛讲在哪里讲的？在王舍城。哦，只要看到王舍城三个字，这个经就不是普通的经啊，是世尊四十九年所说一切法里头最殊胜的经教啊。那么下面王舍城什么地方？七度觉山，是王舍城外五山之一。王舍城外面有五座山，其中之一，净银疏月，七觉山，此梵名灵鹫山也。啊，《法华经》也在这讲的，叫灵山一会，灵山就是七度觉山。啊，此山多有灵仙居住，故名为灵。啊，这个山上有仙人居住在这里。啊，我们有讲神仙居住的，所以叫灵。啊，也有鹫居住此山，所以叫灵鹫。啊，鹫是老鹰。啊，属于鹰一类的。啊，大鸟。又此山顶是鹫头，这个山顶呢像老鹰的头一样啊，又名鹫头山啊。西域记是玄奘大师游记啊，他到印度去取经，旅途当中的见闻，他写了一本书，介绍他所见所闻。那王舍城，他到过了；灵鹫山，他也上去看过。啊，所以这个里头记载说，百山之阳，孤标特起，既起旧鸟，又类高台，空翠相映，浓淡分色，如来遇世垂五十年，多居此山，广说妙法。这是玄奘大师记的。
毕竟写的。啊，这个山在王舍城的北面。啊，所记载的跟经典上所说的都相同。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间遇事就是住世49年。啊，那我们中国人讲虚岁，虚岁就是50年。啊，释迦牟尼佛灭度，中国人讲80岁。啊，外国人讲的是79岁。啊，79岁过世就是49年。啊，80岁过世那就是50年。啊，这是佛讲经教学。佛在世讲经教学50年了，啊，在这个山上讲的很多，而且都是很重要的大经，啊，最著名的《法华经》，一乘圆教。会山皈依了，在这个山上，释迦牟尼佛把他一生说法做总结，总结就是法华。啊，《法华经》上佛在说出他老人家一生教学。啊，唯有一乘法，无二也无三。出佛方便说，啊，那么过去所讲的都是方便说，说阿含，说方等，说般若，啊，都是方便法，啊，最后会三乘归一乘。为什么要说三乘？因为一乘太深。不是一般人能理解，所以教学从小学、中学、大学，最后到研究所。啊，研究所是真正要教你的。啊，他的教学是顺着顺序来的。啊，法华会上。回小向大了，那些小乘呢，统统发菩提心，都入了菩萨的行列。世尊教学的本怀，这才圆满了。下面举知多论里头说，啊，知多论语。其善于五山中最深谷。王舍城外有五座山，这个山呢最殊胜。他说出五种，啊，第一种。慈山精舍，进城而难上。佛所住的地方，最重视的就是这个问题。离城市不能太远，太远其实不方便。啊，虽进城的时候难上，
南山寺一般人不愿意去，出家人在里面就落得清净啊，所以杂人不来呀、啊。啊，净尘故呢，其实不疲，托钵容易，啊，南山故杂人不来，故多住此，不住于处。啊，出家人都愿意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极静。啊。第二，其善福德基础，这是个很吉祥的地方，福地。啊，为什么呢？住圣人习住处，佛为住圣处，故多住。啊，释迦牟尼佛一生到处流浪。但是在这个山上住的时间最长，啊，这是福地啊，福地福人居，释迦牟尼佛这福德最大。第三呢，七度山是三世诸佛住处啊，这就是九缘界一切诸佛如来在这个地区度化众生，都曾经在这个山上住过啊，古佛住世教化的道场啊，这是从历史上来说。那第四呢，是一种清净，有福德娴静故。啊，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福德，什么叫福德？娴静是福德，人住在这个地方。修心养心，远离烦恼，身心自在，福寿绵长啊！啊，真正是福德宝地。所以一切诸佛心处，十方诸菩萨赞叹恭敬，八部大力众神所守护，恭敬供养出国诸大乘经都在此山说。不是大福德之处所，怎么能感动？佛在那个地方常住，为菩萨大众说成佛的大法，华严法华都叫一乘，一乘就是成佛的理论跟方法。啊，都在这个地方讲。啊，《法华论》里面也说，《七
习读觉善，胜于诸善。啊，其他善比不上这个善。佛在此说法了，先此法最深。啊，故本经就在此善说。讲经的处所，这个处所不是最甚的佛地啊，佛在这个地方不属第一属甚的经典。啊，佛说一切经，地点要选择，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处所，为什么人说，这都是说法的缘呢？缘不具足，佛不说。那一定是众缘具足，法会才能成就。啊，场地很重要。世尊当年教化的地区是五印度。啊，那个时候没有交通工具啊，交通工具只是车、帆船啊，旅行是靠步行的啊，骑马。是那个时代啊，没有现在交通这么便捷。唐朝时候，从中国走到印度，啊，海路是靠帆船，风力，一定要遇到季候风。风的方向不对就不能走啊，一定要顺风。陆地上马车啊，释迦牟尼佛没有乘过马车啊，出家之后完全是兴趣出家人生活简单，三衣一钵，除这个之外什么都没有。世尊在世一生讲经教学，没有书本啊，也没有讲经的笔记，所以经藏从哪里来的？佛灭度之后，阿难尊者跟五百大罗汉他们发现结集的，把释迦牟尼佛当年所说的请阿难，阿难记忆力最好，重复讲一遍，五百阿罗汉作证，
这样用文字写下来，流传给后世。所以佛灭度之后，经典才出现。啊，那么佛陀在世，佛的旅行很轻松啊，不带行李啊，就三衣一钵，非常轻便。晚上树下一宿，白天日中一时。出家人为世间人表法的，表什么？万缘放下，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得大自在啊！啊，世间人过得很辛苦，为什么呢？求索的太多了，什么都想具有，什么都是希求，希求的心太重了，所以生活过得苦啊，又求不得苦啊，因为求就不免竞争，竞争提升就是斗争，斗争提升就是战争。佛希望世界和平，佛希望人民安乐，希望这个世界上永远没有战争。啊，出家人给社会大众表演这个，表法了。啊，释迦族被琉璃王灭了。释迦牟尼佛劝导大家逃难，啊，给予做迁移，啊，佛为什么不救他？佛知道因果，为什么会有这个战争？为什么过这个？有这么一场灾难，是因为过去之中啊，释迦族是一群渔夫打鱼的，琉璃王啊，他前世就是那个鱼塘里头的鱼。啊，鱼也有领导啊！啊，他们打鱼，把这个池塘水放干，把那个鱼一网打尽，人家怨恨在心，你灭了他的族，现在这一世到人间来了，又遇到了，啊，他要把你这族灭掉，这个是。佛也没办法化解啊，佛只能劝族人逃难，翻过喜马拉雅山，就是西藏。所以释迦族的后裔那个时候逃到西后藏之后，就再没有回去了，在后藏就落脚了啊，
变成西藏人。这是张家大师告诉我的。啊，所以佛教整个都到中国来了。连释迦族当年逃难逃到西藏没回去。啊，说明人在世间与一切众生不能结缘仇啊，这不是跟人结缘仇，鱼啊要吃它，会惹这么大的灾难。释迦牟尼佛的所说无此，因果多么可怕，我们得罪人跟人结怨，有意无意轻而易举怨恨结下去，那个人怀恨在心念念不忘，以后麻烦大了。这些事实丢在面前，稍稍留意你都能看到。啊，真正修复的人不敢，真正修佛的人宁愿受委屈，修忍辱波罗蜜啊，绝不敢怨恨一个人，怨恨一个人会招来无尽的麻烦啊，不要自以为聪明，那就是愚痴到极处才跟人结怨啊，真正有智慧的人决定不干这个事情。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地。